蒙上眼睛，伸手不见五指。这一天，马来西亚吉隆坡班丹英达大爱育儿园的小朋友要来体验视障者生活在黑暗中的辛苦。在前面啊，前面。你给他自己，你用夹子去卡住他。对，再走，再转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一个东西呀、啊？为什么会很怕嘞？很黑。很黑，为什么嘞？等一下会跌倒，好不开心。为什么嘞？看不到东西，这样子吧。你会有哭吗？没有。虽然蒙着眼睛不好受，但幸好他们的身旁都有伙伴给予照顾，牵着朋友的手，这一刻的他们比平时多了一份用心，从中培养彼此信任感。慢慢走啊，我可以慢慢走。除了体验，老师也邀请视障人士进校与孩子交流，亲自示范平常如何在黑暗中自理。如果是前面的话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后面的话它也是不一样的，鞋子也是一样的，这个是左脚，这个是右脚，然后就要摸咯，摸它就对了，然后你就穿进去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我们的孩子哈，在日常生活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都很容易放弃，很容易的就说我不会，说我不会很难。所以我们是希望借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教学哈，就是请这位国耀师兄来分享，希望是说可以从他身上学习到我们要克服困难，不要被困难克服。我们要克服困难。视障人士面对困难的勇气，让孩子学习到只要有毅力就能战胜困难。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曹新丽、许国静、石慧丽，马来西亚报道。